你先上，别怕。 放心，我是正人君子，没碰过你。我是石七道，听说过吧？我，你在平行寨，怎么？你被鬼子追杀，是我救了你。可是我，你是连家大小姐。 你在太白山用石头砸鬼子的事儿，江湖上都已经传开了，都说你是孙二娘转世烈火凤凰女英雄，让我钦佩。往后呢，这就是你的家，没人敢欺负你，你安心在这养着。你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说。 你还有？你让我说完一句话吗？好，你说吧。这不是我家，我要下山，我要报仇。说呢？你的仇我帮你。 下山，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，你不能下山。 哥，轻点儿。你说话。哥，你轻点儿。你别动。倔驴，让他好好在这清醒清醒。我们出去。哦。哟，奶奶你。 清醒清醒。 真是贪污暴子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哎，哥，这丫头。事儿吧。把门关好了。嗯。大哥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啊，你哪买的东西买回来了？啊。 这么晚才回来，啊，道不好走，摔了一跤，逛窑子去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真没有。山下小鬼子有啥动静没有？没啥动静。嗯，走，得歇着。啊，把门插上。哦，好。哎哎，月月，我来，你先。
你叫俺二哥就行。你渴了吧？俺给你倒碗水喝。 走开！咋会不渴呢？这叫着嗓子都哑了。你走开！那好，不喝。那你想干啥？你帮我解开。解开啊！好。你解开。哎呦，你说俺这个大哥啊，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那行，你要是跟俺好啊。 一定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当宝贝儿。哎，慢，舒服多了吧？嗯。哎，慢。啊！你的二哥好好心疼心疼。 帮你。 大哥，你大哥，混账东西，放开他！媳妇儿，没咋样你吧？简直就是土匪流氓！我现在就替你教训他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你敢不敢？我再不敢了，大哥，哎。 混账东西！我们是复仇队，不是土匪流氓，你把我脸都丢尽了！你，大哥，你看咱救过你命的份上，你饶了啊！当初我神重时期到，是你把我抬出城救了我一命，可救归救，丧尽天良的事不能做，这跟鬼子有啥区别？ 大哥教训的是，起来！我让他今晚跟秋月去睡。你再管不住自己老二，我就跟你剁下来！ 平阴寨，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逃。这一次，前山把守的一定严，看来只能从后山走了。
我可是救过你两次了，对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在我这山上，连只猴子都跑不出去，就更别说你了。来，喝完酒。压压惊。我十七刀就那么遭你烦呢、啊？我要下山。知道我为什么叫十七刀吗？就在你成亲那天，我被鬼子捅了十七刀，可我命硬，大难不死，我又活过来了。你要不让我下山，我就给你第十八刀了。就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，太无情无义了吧！你要是真想下山呢，我不拦你，把酒喝了，我亲自送你下山。我可是救过你两次，我的兄弟为了找你，差点掉下山摔死。谁救过我？啊！先救你，帮你，你反过来害我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要能打得过鬼子，你现在就下山。你怎么报仇你？你被鬼子糟蹋完了，你还是个死，你报得了仇吗你？你就是个蠢驴，山上的驴都比你聪明。驴。
骂那么狠啊？我这骂的算轻的，不骂的狠的还能干啥事儿？人家家里刚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已经够难受了，你少说几句。他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就给他煮碗面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少说几句。你赶紧去。